豪砸3.5亿台币，以大 S 之名开设 S Hotel。不料他与大 S 的婚姻维持10年后告吹，酒店名字也变得很尴尬。两人离婚后，去年一度传出汪小菲正在着手改名计划，但消息未被证实。近日，汪小菲在直播中彻底切割大 S， 宣布酒店将会改名，新名称就叫做美景阁。他在直播中透露，酒店被知名集团并购，会以新名称美景阁重新出发，再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同时，网络上也流出他跟集团代表签约、商谈合作细节的影片。而汪小菲后来在直播中跟母亲张兰报告这件事，因为张兰大赞工作中的汪小菲太帅了，并向儿子比了大拇指，期许汪小菲越来越好。消息引来不少网友留言恭喜，但也有部分网友依旧开酸，希望酒店改名后，他们母子俩别再蹭大 S 的热度啊。